感谢大家在这寒冬的上海，在百忙之中过来看我们这个有一点点温度的原创音乐剧，谢谢你们。希望这部音乐剧能够给你们带一点温暖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让我邀请一下我们的总导演啊，这个总导演肖杰同学上场。好，好，肖杰，肖杰，快点，肖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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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哎，腰不好就稍微收一点啊，我这腰不好稍微收一点。你对我干嘛呀？你看人家今天为了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戏专门穿了我们的这个制服，连对。说两句。对，所以谢谢大家，我也没有麦啊，借一下他的麦。这个感谢大家能够在这样寒冷的夜晚，你口臭。告一件事也差不多。这个谢谢大家能够这个在这样的夜晚来看我们的演出。但如果看过好多场的，知道今天又改了很多哈。我们会不停地去完善它，我们会经常会得到很多人给我们很好的意见。其实我们都有认真的去看，我们都有认真的去分析，因为嘎子也好，孙导还有所有的主创都特别在意观众们给我们的意见，因为大家都是真心希望我们好，我们也真心希望能够让大家满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不应该我上来的哈，我还在那儿呢哈。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他了，辛苦。好，那么让我们现在，我在这儿多说啊没用，我们在这儿啊介绍一下我们的乐队老师们，他们也在后边也看不见。好，咱们掌声好不好？小屋吉他。
方，不要回头，举手投降。你咋老问我呀？